近排我发现一件好得意嘅事，就系原来我哋系可以通过微信步数嚟判断我哋嘅微信好友最近过成点嘅。譬如话，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微信步数系得个十几步嘅，唔需要怀疑佢喺屋企除咗食饭、饮水、去厕所之外，应该基本上就冇乜点落过床。我话俾你听，佢可能连凉都冇冲啊！因为我知道而家好多人去冲凉都带部手机喺身嘅，唔系放歌就系放剧或者放。咁多位朋友仔，你哋都可以睇下自己嘅微信步数。如果你哋一日都系行得嗰几十步，你哋真系要开始做运动。阿奇寻晚破天荒咁做咗10分钟运动，仲要唔系咩激烈运动，就系做咗几嘢仰卧起坐同埋俯卧撑嘅，就已经全身体度痛啦。佢同我讲话，而家佢做运动做到好似复健治疗咁，佢觉得自己嘅身体都唔可以话系唔健康啦，直情系有少少残疾。如果唔系，因为做运动嘅时候就咁痛嘅，你哋都快啲活动下啦。如果唔系好似阿奇咁噶啦，残疾事小，包肥事大啊！如果你有朋友微信步数是有成几千步的，咁就代表是正常的，因为那几千步很明显就是他落街买餸的时候行翻嚟的啦。除了买餸，绝不出门，是作为一个良好市民的基本素质。所以近排他除了在度研究，听日食咩好呢？后日食咩好呢？大后日又食咩好呢？疫情结束之后去食咩好呢？要唔要叫外卖呢？之外，应该都冇乜嘢做噶啦。而如果你有朋友微信步数超过咗万几步，如无意外，应该就是复咗工噶啦。唉，对于呢啲已经复咗工嘅朋友仔，希望佢哋够口罩用啦，同埋问下可唔可以得闲就去睇下啲奶茶店啊、火锅店啊过成点，帮手讲声我好挂住佢哋，要佢哋等我啊，我可以出嚟嘅时候我就会即刻去搵佢哋噶啦。但如果你有朋友微信步数有成万几步，但其实仲未复工噶噃，咁你应该同呢啲朋友绝交。如果你嘅另外一半都系咁样，分手唔使谂啦，绝对唔系啲咩好人嚟。依家非常时期，讲到明话唔好立乱出街嘅，仲要四周围去，又唔使知同佢讲道理。咁仲点过世啊？不过讲笑还讲笑，大家嫌我长气，都仲系要提醒一下各位，就算已经开始复工，都要谨记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越系情况有好转，就越要坚持到底。就等我哋喺呢段咁关键嘅时刻，齐齐整整咁留喺屋企度修仙啦。最近是不是忙緊社團活動啊？記得注意休息，唔好成日捱夜啊！睇嚟我哋近排都只能講視頻見啦。掛住我嘅話，睇完視頻點樣再看，話俾我知喎。